哪里呀？桂林。桂林。桂林。哪里有的停车 ？Hello， 大家好。所以今天呢，你也看到我出去游玩了。我们是从广州去到广西，就是来到桂林这里。然后前3-4天呢，我们会在桂林阳朔。后续那几天我会拍多一点东西给你们记录。那这次的旅行是有一点突然的，就可能想要散散心啊什么的，但是有一点啊，这几天都会下雨，不知道能完成怎么样。从广州来到广西呢，到这个地方我们开了差不多5个小时的车，然后来到这个酒店的。关于酒店的这些环境呢，我会后续再分享，我先感受一下。那继续观看。桂林米粉。做这个竹筏，我得6点早上起床。竹筏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，在桂林。我们出发了。垂直下岗，垂直下岗，下岗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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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 ，OK。让我心很像摩托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它永远不会堵塞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这是我的酒店房外面的风景，不懂什么山不要问我。不懂什么山，哇！哇哇哇哇哇哇 ！Very 晒 ，Very 晒的，好晒！有山有水，有游泳池。请出示行程卡，匹配的好口罩。桂林是一个很多民族的居住地，有壮族、瑶族、侗族、苗族、彝族，然后他们流传下许多优美的舞蹈、动听的歌谣。这段呢，就是在说他们桂林米粉的感人故事。
哇，你看这些米粉，这些米粉从天而降，六米长的米粉。整个表演呢，就是来说刘三姐作为桂林的标志性任务。从演出的开头也讲到了，这是一场寻找刘三姐的旅程。演出最后，刘三姐终于乘着天上的魔毯登场。晚餐前，我们就去逛一下桂林市最热闹的地方，就是西街。这么多人，西街就是有各种吃的、逛的、玩的，然后他们这里最出名的就是卖啤酒鱼。去小吃街啊，不会啊。哇，很帅耶。老板要他吗？要他你看。哦，你等啊，你看不到。来。太小了。